电放完了。嗯，明天二分厂还有。二分厂怎么走？往东。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，那可是大事儿啊！看电影？啥时候看电影？看星星，看月亮，每一回就跟过年一样。知道为啥大家都管我叫范电影吗？那是因为我从来不出声，这叫责任心。出大事了，电影放不了了啊！今天电影放不成，责任不在我们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可以死马当成活马医，抢救一下。让下，让下，稳着点儿。把片子放下。这是我捡的。你给我放下！两面冲，主要是冲后头。又没安好心是吧？把片子还给我！不松不紧，往下擦。